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正展出墨园黄家伟现代水墨个展，开幕时嘉宾云集，政商艺文教育界精英领导以及影帝任达华也出席。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暨香港佛光园美术馆馆长永富法师谦称自己不懂得水墨画，但欣赏黄家伟的作品有很不一样的感受。以我的今天佛光园美术馆而言，我们的场地并没有很大，但是有了家伟老师的作品，我相信在来来往往参观的人当中，他们会感受到从画里面的一种生命力量的一种内涵。黄家伟表示，他的作品在佛光园美术馆展出的氛围有别于以往，有着触动人心深处的强大力量。他擅长运用多元色彩，打破传统水墨黑白灰阶，令人耳目一新。透过画作，创作者可以与观者不断互动，赋予画作新意。从画里窥见自己，也是一种向内觉察醒思的平静力量。人间卫视香港综合报道。